这是敦煌飞天的幸运色。如果没有它，这1200年前的神来一笔，早已被日光、空气和水分侵蚀消失，再也无法鲜艳生动地呈现于世间。这魔力般的色彩来自一颗10000年时光造就的孔雀石。它从遥远的西方历经艰险来到敦煌，击碎、研磨、漂洗、分离，通过无名大师的笔尖，成为战胜时光的奇迹。今天，来自敦煌壁画天然宝石色彩的灵感，首次注入精密陶瓷机身。小米 Mix 2S 翡翠色，由小米与敦煌研究院共同研制，历经324天，突破材质特性限制，传承敦煌千年色彩艺术。小米 Mix 2S 翡翠色，开启陶瓷手机的色彩时代。